欢迎你过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，帮子一下哈。你什么车？丰田七六百。多大排量？1.5T，143匹马的。我哥你的对手放句狠话。哎呀，放啥狠话，都是过来玩。弟兄，他说你个烂东风，车是个烂车，人他也是个烂人。弟兄，你什么车？东风风光56年。多大排量？1.8自然吸气，139匹马的。能给他放句狠话吗？这个兄弟是有点脏嘛。弟兄，他说你个烂轮胎，赶紧滚回家去了，不要帮了，帮烂人找不到地方修啊。上车。弟兄不行嘛，咋个输给他的状态了？哎呀，等于说这张车了嘛，是时间有点长，也是平时开的拉苹果的啊。你还能等到我重新给换张车去？我不服。